大家好。好，我讲讲话，顺便让我的伙伴把吉他调好。好。嘿嘿嘿。我的 monitor 前面有送吉他吧，可以再大一点，因为猫跟那个台上，谢谢。首先很开心，可以再大一点。首先很开心，就是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参加我举办的这么棒的一个，可以说是很纯粹的分享音乐的好活动。对，然后其实也蛮惊喜的，蛮惊喜他们就是找我来表演，因为其实我知道今天或者是整个活动有很多都是比较独立创作或者是那个音乐的乐团，那我也努力的在往这个方向迈进，然后今天带来的歌曲是跟我的吉他手传夫一起带来的一些，不管是我自己的歌或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然后我们自己用一把吉他做一些编曲或者是诠释上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你们可以听听看。稍微小一点啊，可以可以。老师，你 AVG 可以大一点吗？我看到你了。老师，你的 A。